秘书长以及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局处首长及主管，还有新闻媒体的各位先进小姐先生，本位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是六月四号，星期六哈，不过补班要上班了哈，也是本次定期大会的第27次会议。我们今天要进行市政总质询。今天我们一位同仁议员质询的顺序是林庆正议员、李坤煌议员、蔡淑秋金议员。每人咨询时间50分钟。OK， 好，我们首先请林庆正议员咨询，时间50分钟，请。感谢咱台湾之星，咱台之星，陈秘书长，提请咱赖市长，李秘书长，咱局出席的。各位的局处长、新闻媒体记者陆树先生，本会同仁大家好早。今天是拜六补上班，也拄啊好，新历六月七日。一只本来想要塞警车来，也无警车通开。那所以是毋是咱即摆大家做伙呢？议会起付。共同呢，咱来为着27当前天安门事件，即个罹难者呢，咱共同做伙来为因呢啊来个做一个追思，做一个祷告，来默哀一分钟。安尼好唔好？市长，你有要带你的团队去那个默哀一下无？啊，默哀一分钟啦。啊，各位主席。你邀请一下，你若无要默哀，你表示无肯定呀？无爱呢？无爱，我是默哀啦吼，我该默哀啊。好，安尼恁可能政治上有某一种的考量啦吼，啊，我即无当的哦，较跨民啦。那一只是本性咧，啊，来总结顺的时间。啊，阮大会主席，我想讲，今仔应该是代理议长柯信良，安尼。李辉出后一定强，是桂信良啦。哎呀，啊，桂信良、李辉啊，文静监督一定强。要唔过换你呢？退出，我那无紧。是，咱今日大会主席是李退出，温馨的结算，绝对乎恁袂多久，安尼好无？我晓得市长咧，但是长已经担任咱大台南市合并了后，已经五当外来领导咧整个大台南市啊，而且咧建设。那一条咧，咱即几日咧总辞职内面，本身有看到咱真侪议员同仁也咧关心着，但是长你此后啊往后的啊出路。然后呢，安尼来问问个，安尼你安尼啊，要做好做满。那到底这句话意思呢？你是不是真正要做便当啦？哦，这是呢一个问号。因为你刚我听见那是讲到目前呢，到目前为止，你无迄种的想法，那是一个问号啊呢？哦，预留伏笔。哦，总之那高招呢？高招的一种，哦，啊，要做好做满，哦。那本身徛伫无同款的一个看法，我应该是呢，甲你鼓励呢，
你要前进大台北了。依照台南的经验啊，台南经验，新北在线呐、啊，啊，依照台南的经验呢，安尼去呢啊，新北市啊，搁再来呢啊，伫迄个所在，搁再来甲发挥。伫五岛内面啊，六岛内面，你一定呢啊，伫民调方面保持着五千。啊，这种的一个高民意，这也表示受到台南市市民的真高度啊，的一个肯定。所以呢，本身就讲，你若无去新北市呢，你出后就无退路了。那应该讲的政治呢，你若是无舞台啦，哦，你就无将来，就现实的哦。哦，啊，社会呢？就是安尼，有一个名分伫个，啊，社会都要名分，啊，安尼人才哦，才会几大吨啦。所以本身呢，就是讲，你若开始讲被当作耍，迄阵无选举啊啦，啊无选举，你就要苦守寒窑呢，啊，爱苦守寒窑。你迄个当中，市长，你毋是像阮。警察局陈局长安尼讲，下任等于引导呢，啊，伫大家遐阁有两家话土地会当种芋啊呢，啊，你全部芋红种，啊，你确定我知影吼，你是矿工的儿子，你无你毋是农民，对哦，你若要喊阮啊，等陈局长去种下吼，安尼就较啊，有亏待于你啦。陈局长迄种的顿位呢，是适合阿仔运动。真侪人甲讲啊，甲咱祝福讲，咱大家拢会当食百二，其实那个祝福都唔对，因为即卖已经百四啊，超磅啊！啊，所以你家本性呢，应该讲吼是爱甲市长你讲啊，依照台南的经验、台南经验，本身你家甲你啊鼓舞。啊！你肯定新北在线呐、啊！啊，等一下你再补充一下啦哈！啊，我相信讲安尼吼，啊，有真好的一个啊未来啦哈、啊！那因为你这种的呢，一个政治的一个氛围，所以呢，你要为你家己出后的啊出路，你要为政治留一手，所以呢，你不得不走了。啊，是这种的意思啦。哎、啊，你若走了后，讲起来呢，咱二十七个局处室，咱的局处长呢有真多啊，拢伫早前安尼啊，讲安尼啊，三请呢，才会当入来到咱市务团队来服务。啊，这个人呢，伫你八当后，伊毋知何去何从呢，含你相像呢。所以你若有一个机会去新北市，这个呢啊，你得意的爱将。也是同款，阁有一个出路啊！所以呢，啊，应该是呢，要为团队啊，为你的团队哦，留一手，你不得不走啊！这人爱抓去啦。比如讲呢，啊，像咱民政局长，吼、哦，这天下第一大局个环境真好。啊，嘛有来自咱啊北部落来呢，啊，像咱秘书长。哦，伊安尼台北，伊也当然啦，较就近。距离局啊，咱的啊，少博局长呢，嘛是伫台北呢。啊，所以接下来呢，啊，你来当个带转去，安尼呢，啊，因都真好，啊，出后的人生未来规划啦。再来就是因为呢，啊，会当个为后辈来留一手啦。目前伫真走动个呢，啊，有遮立委啊，甲遮呢对未来啊，要参选到第三届大台南市市长呢，啊，遮政治个人物即马伫撞啦，啊，因即马伫遐想，想你呢到底是要做偌久啦，啊，是安尼去当官了后，就要去参加新北市啊个初选，啊，是真正要当遮靠甲八当搞，啊，所以呢，遮呢。这些人哦，头壳个思维啊，拢啊伫遐期待，也搁伫遐等待啊。啊，那安尼，你若去台北、去新北，有这个机会去，这些吼、哦，
你甲带去了，来的人佫会当带伊个团队入来。哦，安尼拄安尼，创造双赢个局面。那呢，民进党个呢，我个同事，我相信讲嘛，伫公开场合，无人敢掩麦去，安尼甲你鼓吹讲你都爱去啦，私底下应该甲你讲啦。啊！啊！国民党的议员呢，我的同事呢，直接逼你他们较紧走的啦。伊你坐伫遮实在是吼，因无发挥的空间啦。啊！电视四还要退30,000块也无。啊！安尼吼，所以吼，你应该考虑。啊！孙子兵法里面啊所讲的一招啊，你怎么吼爱调诸粮救阿斗？你爱渐进渐走啦。啊！一招胜过招啦。啊！我想呢，直接吼。啊，借这个机会，甲市长呢，啊，安尼，伊你这方面甲你肯定，啊，嘛甲你做一个寄望啦，哦，因为你种吼明日之星，那卡输呢无未来，啊，这个国家，都呢失去一个人才，啊，那应该是去遐，南方火，北方水啦，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所以呢，你若要总统呢？啊，总统府的大位都爱伫北部，因为北部属于呢啊水，北方水，南方属火，火炎迄个最阴气，所以讲南部遮那边产生呢，就总统府啊，伊人才呢都爱足魁梧，啊像台局长安尼吼，分量爱足大，啊无呢，一趴火四趴，水若淹来，一趴火就花去啊啦，所以就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相信讲前两当前本色呢，私底下捌甲你讲。啊，南方属火，北方属水啦。这是呢，啊，我一个先来甲我讲的哦。啊，我伫只呢，借这句话啊，甲你做一个共同的勉励。那大家所关心的呢，应该讲的，你五当来所特别讲的，关议会同事啊，真多啊，已经拢问过了吼。那大台南市市民啊，一直咧关心的这个问题，到底呢啊？是当时代当呢，安尼来决定了吼。那今日啊，你咧讲，你伫最近的时间也来选举、来选举。那本身的意思，唔盲讲，你不但是选举，而且呢，你多阿级吴局长家，伊爱做的工课也阁真多。你选到所在了后，伊必须要呢，啊，阁依着特定区啊，一个方案，特定区的一个方案啦，啊。如果行政中心一个特定区，必须要去变更这个地脉。那变更地脉呢，也是讲时间的拖真长哦。除了市政府本身的多一回以外，还上加内政部啊也多一回。伊迄个当中来回安尼检讨吼，应该还差不多两当啦。啊，应该呢，干那呢地脉啊，一直的变更爱两当。所以我是本性呢，是唔盲讲伫你的任内。会当加强速度，不但是选举上好，之后呢，土地变更位置呢，啊，而且个土地变更会当呢，来加做一个呢，啊，变更天数的完整，啊，变更天数的一个完整啦，这是呢，啊，本色，而且呢，我望市场里，顶日所讲的是干那选址。那我伫家，唔盲讲，不但是学子，而且呢，耗费多啊多时的一个呢啊变更，而且行政程序，唔盲讲伫你的手来，我那个做好啊。我伫家再讲一句啊，再一手呢，我那呢，安尼啊，拜托市长吼，啊拜托吼啊，咱这委员吼，中心都是伫新市啦吼，所以呢，他讲的新市政中心伫对。他讲到安尼新市政中心伫对，啊，这都免钱啦。伫阮当地，阮祖先呢已经早就讲好啊啦。这个所在呢，要大队就是踮遐嘛。顶几日啊，这两日顶早啊，这两日用哪些个？咱民政局陈局长甲我讲用哪些个比赛？哦，讲哪些个吼？花落学家还是一个问号啊？应该用钱些个。陈局长，安尼就对啊啦吼。应该安尼呢，啊，都符合吼，啊，整个要件啦，哦，新市政中心伫对，都是伫新市啦，哦，伫遮呢，啊，在厝呢，有哪甲市长呢，啊，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建言，啊、哦。
那宜安当然嘞，也真多咧关心维冠大楼啊，即受灾户啊，以及咧赔偿啦吼。那我本身呢，也是伫新市永康阮港一双区的。那我也接到呢啊，几件即个定金案啊，我想伫定金案内面呢，有哪有正本到咱台南市政府？这个内容呢，也就是在讲，除了赔偿呢，一户300万啊，咱建筑物啊，最高300。那土地块呢，我像李定进呢，市长李定进老在讲，那伊就四楼做一个基准点，哦，37.7万做一个基准点，啊，那三楼、二楼、一楼就乘以1.7、1.5、1.3，一个啊土地块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标准啦，哈，补助啦，不是赔偿啦，哈。那我想呢，在迄种情况下，还佫一个欠点，这个欠点呢？就是内面116户内面啊，有三个较特殊的啦。那这三个呢，应该讲吼，是讲伊一个有4户的，有两户的啦。啊，这个4户啊，2户的，拢登记一个名，登记一个人的名啦吼。那有可能就是讲。伊要4户，要3个囡啊！伊要2户，嘛是要好2个囡啊！那囡仔要细汉，伊种情形下，唔能讲咧大汉了后会当过户囡啊！啊，但是呢，啊，碰者讲0206会发生呢，即落地动啊！将大楼夷为平地，那本身要讲意思呢，也就是讲，伫咱赔偿的标准，触壳啦，触壳地上物啦吼，那你地上物呢？伊定金了后，咱台南市政府甲答复的，也就是依照呢，咱4月7日。咱所公告内面的第三点，就是讲维冠大楼补助标准参照台南市兴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咱的自治条例吼，的标准补助100%，但每一个所有权人呐、啊，每一个所有权人最高金额，伊就无超过300，无超过300这个呢，本身无意见。但是头前这句，每一个所有权人，一个心，本身认为啊，唔对，显然唔对。咱的王者，死亡的王者，咱是每一位啊，咱300补助啊，伊两个三个哦，足凄惨的，是每一位300，每一位是对的，你若用每一户都唔对啦。每一位300就对，那触壳呢？你个写每一位300唔对，哎，每一户触壳嘛是银行有去贷款，触壳当时嘛是向建商购买，嘛是以户为单元来购买，但今仔发生代志了后，再现款入来，咱市政府呢要来做这个。一个好一个啊配套措施，要来个安怎来个啊补助？伫咱思考方面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欠点啦。市长，本身的意思就是安尼啦。今内面所写的每一位啊，所有权人一300万，我想这个呢，你应该等于呢，爱含呢啊，咱遐委员会要开一遍会。来参详讲，这个是不是爱共修正？爱共修正，伊每一户啦，啊，无这是为我甲听听咧，像迄两户的拢贷款，4户也贷款，即阮遐无当那咧写批讲惨的几落挂咧，啊，无当那写批惨的几落挂，无当那唔捌字，因人咧招兵转来吼，下转来，无当那摕互出面头尾看讲啊写啥？啊！你甲我看卖，伊问看你有啥物需求无？问某单啊有啥物需求无？差某单啊袂晓写批，拜托呢，手边头尾讲你甲写，甲写足惨，惨的，惨的，惨的，几落挂。
所以讲就无当咱下批，惨的几落怪故事啦哈。啊，但唔盲讲市长咧对这件代志啊，每一个所有权人，一句话，会当甲修正为每一户啦。我想这个啊户数也无足济，但是毕竟咧，会当依照咱市政府这种关怀心咧，啊达到公平公正一种做法。啊，这是本性咧，直接甲市长吼，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啊，唔忙，你会当吼，安尼等于会当采纳啊，落办理啦吼。那伫咱，伊拉去报纸一个看到呢，即个业者一个哦一个偷渡啦，啊偷渡一挂即个啊炉渣吼。我想呢，炉渣呢啊，地书加工污染，即造成呢一挂农地一挂土地啊，即个问题，局长我袂问个玩家，啊，伊是救紧你，无害我倒袂问你，你得好，他多。卫生局局长一直拜托我讲，有啥问题甲问无？哦，那这个问题呢？我想伫永康的这个焚化炉，民国97年，台南县政府签约20栋，啊，和德标厂商达和呢，啊，服务公司来操作着内面。咱永康焚化厂，在焚化啊机械这方面的一个操作、营运管理，那我要甲市长你讲讲，顶一日啊，本省呢啊接了一件认定的服务案件，那伊来甲我讲，伊两代呢，伊是业者，伊是清运公司，伊清运公司的业者，伊两代粪扫无当倒，去我迄个所在服务处在订正，那我也打电话来麻烦呢环保局。啊，咱的邱科长，看会当甲替伊解决无？那局长啊，我是无靠予伊，我靠科长啦。科长靠主厂达和的厂长，三通电话，暗时7点外，3点，当咧操作啊，这个分化一空缺呢，竟然三通拢无通，唔接电话啦。我是讲靠这个吼，邱兄吼啊，这里哪呢骄傲的？我用我去了解整个内面的业务啦，无我要吃饱遐用啦。那伫你看落到底，红菇包豆啊，红菇咧包豆啊啦。啥物啊？这红菇包豆啊？那伫咱比如讲20栋到今年第7栋，这个当中，依照合约内面所写。第12条，合约所写的第12条啦，吼，就是讲，一标厂商达和这间公司呢，伊伫合约期间内，于本厂内，也本厂内，以厂商不得经营本业以外之附属事业啦。啊，合约书里面第12条有写到7条，那竟然讲这7栋啊合并了后，嘛已经5栋外了。环保局之前的张黄珍局长，到即卖李贤瑞局长，伊即卖时间带最啊高扬啦，伊即算较倒霉，伊嘛唔知啦。那竟然讲无发现到7条，无发现了后。伊达和呢服务公司，竟然阁成立一间达和废弃物清运公司啊，台南分公司。达和废弃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哇！啊，算做内场，阁兼掠外卡，阁兼掠牌啊！啊，内场分牌啊，伊阁兼外卡咧掠牌啊！那这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讲内场伊在做，咱所有目前入去永康文化厂的有59间的厂商，59间。那59间伫早时6、7点开始到下晡2、3点，一旁就是呢在收事业废弃物，过过就是呢啊，咱的清洁队、各区的清洁队在进驻啊，在入去啦。从早时到下晡呢2、3点一旁，就是这59间的厂商在车入去。那达和公司
标着英文，伊个人伫内面咧控制电脑，控制地磅，控制的是毋是车有毒个物件，即拢伊啦。那竟然伊个一间公司入去，有那个车含58间遐个小商个物件入去，安尼啥物检查？啥物检查啦？所以我咧讲话就内场检查外卡啦。内场伊在做，今仔日伊那车有毒的物件入去，送咧严伊啊。那这个内面呢，造成无公平的，伊身为一个呢，代替咱市政府来咧操作焚化厂的公司，伊竟然成立分公司去外口去抢生意，与民争利啦！啊，伊去拼个，伊会好啊？那当然，34个月前发生垃圾大战的时阵，伊安那做？伊从村内58间来个减量，叫因呢爱减量入去抢来，因来减量，啊，伊家己无减啦，伊家己无减啊，所以伊伫3月份，伊本身呢一个车568栋，那村内遐拢100多栋啥啊，后迄个20多栋诶。那是4月份，一车723栋入去。5月份，当我咧甲问的时阵，伊家减落来407栋，叫做与民争利，而且佫无符合着合约契约内面第12条的规定，伊竟然与民争利。那外口业者，即清运公司呢，因就是讲怀疑讲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含即间咧斗啊。市长，这你若讲过去有误会，就算到讲我老够衰啊！我是从这个问题讲出来，也个一个可疑的问题，就等者，伊免答，当然免赶紧去答啦。也就是讲，伊个收费，那收费呢？进来面，达好废弃物清运公司，伊呢？内面所物所车入的物件，即叫做一般废弃物，即叫做呢，佮有塑胶的物件，啊，塑胶。那车塑胶的入面呢，伊的收费哦，是伊在收哦，打好在收啦，打好一栋，甲清运公司收3500一栋，塑胶类的，塑胶类。那一般即个啊废弃物呢，一栋收2050啦，啊。那收入去了后，伊每不管是2050的，还是3500的，伊呢落去啊拆账，含市政府拆账，伊每一栋拢固定1300块，市政府收入。市长，你看安尼，伊会收3500的，还收2050的啦？所以本席怀疑讲，你较早台南县政府所制定的这套办法，到到即卖台南市政府。已经在经营管理控制的情况下，无发觉一只吗？咱台南市员城西粪扫埕，伊的全部量拢是委托一间操作公司，全部量哦，将近800栋拢是呢委托啊操作公司，一栋128块操作费给一间公司啦，安尼尔大大利利，但是永丰文化路都无讲哦。永丰文化路一日的粪扫量是900栋，那咱30啊有车入去，即个各区清洁队的车入去到永丰文化厂呢，一日是控制630栋，约个200多栋，200多栋竟然即个权呐，啊，要安那用的权，操控伫达和公司的手头，竟然将即个权放乎伊啦。无像咱城西安尼讲，拢是台南市政府在控制哦。即嘛权放开，即就是合约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啦。啊，那即嘛已经发现啦，咱又搁怀疑讲，伊咧收这个计少2050的，含收3500的，伊定着是要收3500的嘛？这是生理人嘛？啊，这叫做生理人啦。但是咱去叫假过买去啦，台南市政府叫假过买去啦。哦，这是一项。再来，
就是讲咧内场兼外卡。今日伊本身怀疑的，伊若吃这个塑胶类啊，叫做 D 类，无污染的。如果伊若吃 E 类、R 类的，伊两行都毒啊、哦！啊，伊一栋入去，伊一只车入去十栋，伊伫车卡车底呢，伊若甲你呛两三栋的 E 类、R 类，迄一栋就爱呢万外块咧收啦。那伫南科内面 ，E 类、R 类都要委托甲级啊，诶，汇清公司带当去查这啊，带去查 E 类、R 类有毒的啦。但是迄一栋的费用是万外。那如果伊这间公司合理的怀疑，伊若去查，啊，甲你一台车十栋，伊甲你钱两三栋入去，车入去地磅，嘛是磅了哦，嘛是十栋，但是呢，单价不同啦。啊，操控的人佫赢啦，所以家里本身咧怀疑讲，这个问题是唔是呢？啊，环保局家有啥物啊配套，啊要如何来啊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啊，我想本身讲到呢，啊，市长都等下到答，局长你都啊赶紧在要答来，互你答者。感谢林议员的关心，咱永康甲城西两座焚化炉的操作的情形，哈啊，也诚如这个议员所讲，哈，这个合约都是在九十年或者是在九十年左右定的，哈。那但是我有几点还是跟议员报告了，哈，城西跟永康两座焚化炉的操作模式是不太一样，因为城西是比较早定哈，啊，所以城西是由台南市政府主导，但是我们付给他的是一吨几乎要快要500块，刚刚议员讲的是相反的哈，我们付城西是500块，但是付永康达和一吨只付130块，那他的利润要从哪里来？他的利润就是要从他自己的。他几乎从合约的角度来看，他必须要有这个事业废弃物，他自己要收啊、哦。那我们对他是一个最低保证量，刚刚议员已经提到这个议员很清楚啊、哦。那所以就永康来讲，他必须要有他自己利润的一个来源。那我们付给他一吨只付100多块，这个是差别很大的啊、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刚刚议员讲的有一些可能会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叫宝岛哈哈，昂姑啦啊，昂姑宝岛哈哈，这个感谢议员的这样提醒啦、啊、哈，其实我做局长来开始有脑在注意这件问题啊，但是事实上，咱的正规的正风的检查、破袋检查哈，你头下讲话讲会不会夹带有害事业废弃物，这也是我们担心的，这也是合理的啊。合理的怀疑，所以我们在平台针对事业废弃物的车辆，我们都会破袋检查在平台上面。那事实上检查到有害事业废弃物是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但是我们还是不会说放心，我们还是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稽查机制。那刚刚议员所讲的任何的一个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就不公平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之前也跟议员报告，我们给他的最低保证量的事业废弃物155吨，这是最低保证量。那现在为了我们台南市的垃圾处理，我现在要慢慢的回到这个量，啊、哦，他原来因为他在操作的情形之下，他只要能够满足我们台南市的垃圾的话，他的事业废弃物或许可以增加5%或3%，但是现在呢，我会慢慢的降回来。不过一方面也请议员了解哈。现在外面的事业单位，它确实是事业废弃物需要协助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这个操作公司，我们会跟他协调一个能够既符合又符合我们市政府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事业废弃物的量，但是也让我们事业废弃物真正就是说，你最你都开始的讲啊，有人讲要拜托啊，吼，你若讲你打电话的话，我绝对甲你讲袂当，因为我无多对一个人开吼，我若对一个人开吼，我对所有的人拢爱开吼，啊，你若拄到科长，当然伊就去协调嘛，吼，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即马我会来甲你。
甲你遮个物件好啊研究吼，啊来个来个过来来个检讨，啊感谢议员吼，感谢。好啦，你都有因个呢吼，你都也无去转去边啊去啦，啊。那我想吼，市长答者啊，本身讲拄啊讲个重点，应该市长你听有。有啊。哦，迄、那个感谢林坤林议员吼，对市政个督促吼，啊加支持。那今仔日是六月初四，吼，我伫遮先向二十七年前发生伫北京天安门事件牺牲的学生表示追思佮哀悼。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吼，中国会当进行民主改革，中国以后会当成做一个民主、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啊，对国际社会一定佫较有贡献。那第二呢，就是讲关于我下一步吼，啊，坦白甲林委员甲咱台南市民报告。因为今年的工作吼，拢全心全意拢放伫个重建、灾后重建，免啊，互咱受影响的民众会当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另外呢，天狗节登革热防治吼嘛真要紧，因旧年台南市的天狗节疫情是破纪录，所以呢，差不多即摆差不多逐工吼拢伫处理这个事情。对我未来的下一步，我真的没有多想啊，但是我相信吼，诶，像咱去庙拜拜。常常庙祝咧，甲咱讲，地主到时就知啦。哦，那另外就是讲，市政中心可能无机会伫我的手内啊去动土，但是呢，我会伫我的任内内底吼，选出一个上适当的所在，经由开放政府和市民参与，啊了后提供给下一任的市长去决定。啊，我想我即摆界定是伫这个所在吼。那另外你头拄啊关心的这个维冠大楼这个代志吼。啊，阮重建小组其实有哪有讨论过？啊，今日林议员佫啊，再尼啊严肃个指教吼，阮会佫讨论吼。啊，另外就是讲，头拄啊讲个环保个即个代志，我感觉头拄啊李局长有甲你报告。那么大概永康佮即个城西焚化炉因个机制无共款，但这两个焚化炉伫环保署的评鉴哦，拢算优等啦，就是讲因个操作拢算真符合即、這个。环保署的各种的条件，啊，但是这个制度设计开始是有你头拄啊讲的风险为道德风险危机，就是讲球员兼裁判，啊，另外就是讲它垄断了，因为这个焚化炉应该是大家的，任何有需要废弃物的人应该拢有同款的机会进入到这永光焚化炉，但是伊若准讲伊本身有利益的考虑的时阵，伊有可能会将有毒的需要废弃物进入来。啊，嘛有可能别人无机会入来，变成垄断的局面。虽然呐，吼有毒事业废弃物经过我们环保局定期或不定期的破袋检查是没有发现过，从来没有发现过。啊，但是呢，你刚刚讲那个排挤效果，球员兼裁判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他依法他有没有权利啊，再去成立另外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刚刚讲的，第几条哈，这个。合约里面的第九条里面，这部我们会研究哈，请这个法制处研究。那如果他依法不可以另外设立公司的话，那我们也会要求他改进啊。简单跟林议员报告。感谢啊，市长一下接，局长一下接了。合约第十二条，真明确就已经写了，这也表示呢，啊，你环保局内面，你甚至含发者有去研究讲，这本合约。看有好势无啦？竟然伊会当成立，明明确确第十二条所写，逾期约啊期间，于本场内厂商不得经营本业以外之附属事业啦。伊今仔日过来成立汇清公司，遐做啊附属事业，那违反这条。你就要去看到第十八条了，终止契约。我想这个问题呢，啊，有那法制处处长啊，肖处长，你有那去甲研究一下啦，啊，啊，有那研究小心研究，是呀，这无我看啊，自己抄一点咯吼，啊，这个人所学的无同，啊，你拄啊这方面啊发学发力啊，你都要较了解。本来啦，前个秘书长无走，我着阁请啊，咱前个陈秘书长，伊即个法律的专家啦，啊，啊真无采啊，啊嘛较恭喜啊，去
行政院啊，所以市长，市长我有哪甲你恭喜呢？啊，你用的人吼，即得意门生吼，啊，拢是大家哥哥，拢是将才啊，不但是行政院要用啊，安尼部会啊，拢啊来你邀人啊，有可能呢七月份不但是警察局局长换人啊，含商局局长嘛换人诶。即有那吼哥哥拢是将才啊，那蔡总统、蔡英文总统呢？伊安尼也真牛，伊会当用文武相全啊，用一个林全，佮用一个苏家全，文武相全。那当诶，当秘书长走了后，你嘛真牛啊！你佮来探一个呢，文武相干啊，一个呢啊，李孟燕，一个陈忠燕，吼、哦，滴啊，即有哪是呢？啊，市政府的团队佮强起来呢？啊，走一卡去，过来一卡，哎呀，安尼啊，一棒接一棒，啊，个个都是强棒嘞。李秘书长，我该何落呢？啊，哦，所以这件我啦麻烦嘞，啊，咱好就是吼，安尼我啦啊去啊协去啊协助一下啦，是，看这内面嘞，安尼是到底安尼有符合无啦？是，哦，是无，好，请坐，那。卫生局局长吼，我想你一直一在你啊，安尼要拜托我，让你有机会通去说明新化分院的代志啦吼。那新化分院呢，就是讲啊，伊这是啊，早前的啊卫生署，即卖已经变卫福部啊。是啊，卫福部台南啊医院新化分院啦吼，已经成立伫迄个所在，伫新化高雄镇新化区高雄镇的所在有这间啊分院来新，同时来落成。诶，时阵，伫高雄镇内面山区遮个大家呢，遮个居民大家足欢喜哦。是啊，那已经十五栋啊，啊真无彩，十五栋来看袂到伊个提升啊。咱看到有那是个同款，有那个一般医院，伊占地遐尼那宽，投资个楼地板面积内面的设备遐尼那多，竟然十五栋，互阮地方呢一直咧期待，但是即马落空。伊阿个是呢，啊，一般医院，袂当甲提升到地区医院，啊，像安南病院、市立病院这种的一个呢，啊，急速。我怎讲呢？啊，基密生态，哦，这种的医学中心，这也是差不多呢，外口的大卖场迄种的一个，啊，卖场的急速。到来呢，地区的病院也差不多超市啦，啊，啊，要讲个落去，就感觉点就歹听了，啊，那唔知。林局长，你伫成大出来，你含市长拢是成大出来吼。你对于这个新化分院已经十五栋啊，还佫赶快佫一个一般医院，你认为合理吗？请回答。好，甲议员报告吼，我想议员对新化病院的这些建议啦吼，嘛是咱卫生局对咱新化病院的愿望。啊嘛，市长对于山区吼医疗平权的一个吼承诺啦吼。啊，新化分院议员知影讲，伊是布立台南院的一个分院。其实关系合并了，阮去加市长啊加卫福部的部长，我来去你几啊届。吼，第一个就是讲伊的本身的硬体吼，包括电脑断层、X 光片啊这些设备都很老旧，啊，咱已经拜托伊更新啦。啊，即摆新的一定吼，这个庄仁斌庄院长其实一个少年囡仔，有那真认真拍拼吼。伊作为本身医疗的需求以外，伊是社区吼巡回医疗嘛，真认真去做啦吼。不过安尼有那无够吼，所以伊原拄啊讲的一般医院，其实伊毋是一般医院啦吼，伊是地区医院，但是是一般级的急救责任医院啦吼。所以咱的急救责任分一般级、啊甲中级、甲高级吼。啊，这重疾哈，重度的部分。那这部分吼，阮有几啊计划啦吼。第一个就讲关系合并了，其实伊的医疗水准是真歹，但是等1901年迄阵，咱有去拜托成大病院，加咱的布立台南院做深度结盟。深度结盟就讲伊本身的院长是对成大病院调过，啊，相对的呢，伊的卡手吼，包括医护人员有哪较方便啦吼。啊，迄阵有哪加争取一档超700多万吼去做这个急诊处的整个水准的提升吼，再甲中央偷袭。啊，这部分呢，迄阵服务只有平常日的晚上跟假日的这个整天吼去做。啊，对今年开始吼，阮有去甲
更加清楚吼，四年的计划啦吼。四年计划，伊本身有7000几万吼，一档用要2000万的钱伫内底吼，对700几万变2000几万。啊，所以吼，伊即马逐工白天晚上拢是有急诊专科医师吼，先代派过去遐做帮忙。所以吼，对咱即个资料，从咱的105年今年的第一季加古早平均吼，咱送去的患者吼，平均减少30%。啊，重症的患者，就是讲较严重患者，我那超增加15%左右。啊，更加了不起的，就是讲吼，咱的消防局吼，送去吼，这个到院全死亡。就讲吼，迄阵救回来吼，差不多18%左右吼，咱今年有法度做到差不多34%。吼，要double救回来量，所以伫新化病变节足重要，伊的水准慢慢去提升。啊，我想这是一个愿望啦吼，就讲希望以后吼，因为布利台院嘛是中央的啦，哦，那咱台南市有机会，吼，咱来协调，想讲新台加伊变成合并，吼，新台去直接管。我想以新台本身吼，伊的整个不管是医生、护士、药师、医检师等等，啊，要好好。整个人员器具的这个源源不绝，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了。啊，历届部长哈，其实都有一点点动静，但是到尾啊，拢各换人，各得到开始。所以讲嘛，即届哦，部长嘛，肯定哦，这林周元啊，以前是当政务次长，我那真熟这个这一块，我们在努力在市政府哈，会去努力去争取这一块。林局长，你原来是怎么样搞血汤、乌龙血多哦，血去林家林哦？阮实是咧问看，你对呢？新化病已经15档啊，是。即卖伊个呢，内面的设备甲人员呢，啊，一个共款伫即种啊一般医院，一直咧认定啦。伊个本身伫只甲你讲，内面的院长呢，啊，大大小小医生护士，大家都认真啦。是。啊，这唔免怀疑，大家都认真。但是呢，要认真嘛，就爱搁敢有人呢。是啊，人爱甲配置好伊呢，经费爱配置好伊呢，经费爱予伊买好的仪器呢，予伊设备呢。即、摆你用现况安尼得甲无？你讲送去新化分院的啊，一只患者加偌济？哎，你讲用迄种数字来咧讲，这是因为送去机密遐客满啦。那咱未当讲，因为上去遐成长啊，一个数字，你当作安尼遐的设备足好吗？人足爱去吗？我有甲议员报告过吼。那以目前为啊，百姓啦受伤，车祸受伤，辛苦白疼，家属要拖啦，第一选择一定走去先台啊，机密嘛。啊，这是讲一般病况。是啊，还是讲到啊老人病。的就近，哦，都伫遐。但是若真正应急急救的，遐设备是必须要再去重新啦。这部分阮会更加加强啦，因为咱拄仔讲过哦，因为这是布利台南医院啊的一个分院嘛吼，所以这经费来源是对中央过来。咱会去替伊有哪去争取啦吼。啊，第二个就讲吼，因为新化分院来甲咱台南市区所有病院拢超爱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啊！伊伫只出车祸迄阵，其实一个初级的急救，吼、哦，有当下马上爱做这个气管内管的插入，哦、这部分拢爱马上去做。我是咧想讲吼，那因为车祸啦，吼，啊，我们那真侪家属咧甲讲，因为伊啊，个囡仔发生车祸了后，救护车去，伊人无到啦。那咱消防队员呢，是依据呢啊，这个紧急医疗救护法内面所规定的第13条，伊就就近甲送去。啊，就送去啊！救护人员无唔对啊，但是送去的时阵，伊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伫急诊室，伊还阁做无用，伫遐等。等到讲看到的时阵，哇，做外空啊！伊遐无法度，再阁请外口的救护车，阁去新化医院，再阁再去到基隆病院，还是再到新台病院，这来回将近3点钟啦。啊，这种的延误呢？即第四人命呢？本身伫遮来讲的，就讲是毋是会当甲加强伊的设备啦，甲要求、甲斗相、甲配合。这部分我会去做清楚啦，吼。啊，因为咱拄好一寡讲过哦，如果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吼，当然看时间的问题。哦，有时候就近做一些。你忙小公馆遐是山林呢？啊，新区新华啊，新华安定南西南华做定局证，
啊，大来三乡，这个呢是新化分院较就近的，你嘛好心好意的，对不？甲因斗三工呢，会当可以提升起来到啊地区病院。啊，我拄啊讲过吼，咱今年开始有适当的计划，就是要希望新化分院对一般急救责任医院升格到中度。好、哦，这个急救责任医院。好啦，你得倒三工啦，你得去要紧去冲啦。我想这个问题是市长啦，啊，还是爱老先的啦，对不？来，市长麻烦一下，好，你看这个看法，看哪里靠办法啦。好，迄、那个感谢林议员吼、哦，对新化病院的关心吼、哦。那新化病院其实经过这几年来已经有相当的进步，除了林局长所报告，啊，其实本身有哪切身体会。啊，你即摆要求希望伊阁会当阁进步、阁升级。啊，这部分我会来要求吼，咱卫福部、台南病院来帮忙，好、哦，感谢林议员。好，感谢。哎，这顺时间到这，哦，感谢。好，谢谢林清真议员的质询。那我们现在休息到10:30，我们再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就记得是。